欢迎回到我们总编辑时间的线上。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呢，是我们从台湾的人，从你我的角度呢来探讨宋楚瑜这个人。不过呢，这个社长，今天啊，你们刊出的这个《时报周刊》呢，却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而根据我们看到的这一期呢，《时报周刊》是引述维基解密的内容说，2006到2009年，美国 AIT 的台北办事处长，也就是相当于驻台大使的杨苏蒂，他对这个宋楚瑜呢有发人深省的观察和评论。而这个故事的主轴是环绕在2006年。宋楚瑜要参选台北市市长的内幕，我们现在就来看了。这内幕其一呢，是2006年的时候，宋楚瑜说呢，他要选台北市长，而且他告诉杨苏蒂，马英九的顾问不排除要郝龙斌退选来换取宋楚瑜同意不角逐2008年的总统大选。而且杨苏蒂的他刮胡还注记说，当时国民党的组工会主任廖丰德就告诉 AIT 是马英九已经断然拒绝宋楚瑜是以台北市长来交换总统大位的可能性了。另外一个爆料点是2007年马英九的特别费案遭到起诉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民进党的立院党团他们提案要排除一审判决有罪者的参选权，也就是所谓的排马条款。而当时呢，宋楚瑜的亲信黄义娇就告诉 AIT 说，亲民党会在这个立法院审查的时候故意缺席，让这个排马的条款可以在立法院复委，来逼迫国民党同意让出13席的立委的席次。而杨苏蒂呢，在发回美国国务院的电报里面就附注了他个人的观察，他认为呢，宋楚瑜这个人是狡诈，没有原则，而蓝营是怕得罪宋，可能是因为呢，他掌握了一些老国民党难堪的秘密，而要容许这样的狗咬尾巴到什么样的时候呢？而宋楚瑜他今天上午到高雄市前镇渔广的时候，他对于爆料这个宋楚瑜就反驳说这内容不实，而且还痛批 AIT 的前处长杨苏蒂是一个粗鲁的美国人。我们一起来看这则报道。宋楚瑜抵达前镇渔港，虽然到场支持者不多，不过都很捧场。联署人数刚跨过门槛，维基解密却再度爆料，指出宋楚瑜在2006年时，为了想选台北市长，以不选总统为条件，要求国民党不要提名郝龙斌。宋楚瑜反驳，痛批 AIT 前处长杨苏蒂是粗鲁的美国人。维基解密很多的这些事情啊，与事实很多不符，尤其这位杨苏蒂先生，事实上是很差劲的一个美国的，叫做丑陋的美国人，因为他要挟。要亲民党支持买军购，亲民党是所有政党里面坚持反对买凯资军购。批评维基解密内容不实，骂起杨苏蒂毫不客气。另外，国民党传出下封口令，禁止党内批送，宋楚瑜不以为然。我来照顾渔民，还要对我有任何这个恶言相向的话，我想会让大家引起反感。上节目公开批评双英是少爷跟小姐，有话直说，直接开骂。宋楚瑜誓言参选到底，对国民党预留的合作空间不领情。中央新闻记者高莫柔 SNG 小组高雄报道。好，我们刚刚听了一听啊，事实上宋楚瑜讲的应该不是粗鲁的美国人，而是丑陋的美国人。不过我们现在先就事论事，就是把所有的这个 judgment 放一边，我们来看，就是维基解密它关于这一些的报道，它的可信度有多高，而这个宋楚瑜他的回应可信度又有多高？这个很重要的这些话哈，他讲说这个维基解密很多与事实不符，但是所有的解密电文都是杨苏蒂杨处长。跟所有的政治人物，不论蓝的或是绿的，的谈话记录。换言之，这里头当然有杨苏蒂个人评价在，他的评价可能宋先生未必以为然，但是是宋楚瑜讲过的话，他是完整记录在电文里头。我想宋先生应该不会否认他讲过那样的话吧？因为我们去翻查那一段时间的电文，他类似的说法讲了两次。嗯哼，就是至少我们看到电文中啊，有没有第三次、第四，并我也不敢讲，但是至少我们在那一段期间。台北市长选举前的那一段期间，我们至少看到他当面，就是宋先生当面跟杨苏蒂讲过两次。嗯哼，对，而他个人自己讲的。刚刚就是这个宋楚瑜的回答，他的可信度呢？当然，他讲这样说好了，我们了解一下，杨苏蒂在驻美这那个美国在台办事处这边哈，历任里头，杨苏蒂相对来讲当然是比较亲绿。嗯哼，然后他的那个时间刚好。就是在2004年319子弹之后嘛，你知道，就是前后他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对于所谓泛蓝营的大佬，不论宋楚瑜，包括连先生、连战，应该也是
都是认为杨淑丽是很对他们不友善的啦，就认为杨淑丽根本是帮陈水扁的忙，帮民进党的忙，所以他们看他是确实，但是就算心里头不愉快，但是很抱歉，你从解密电文来看，杨淑丽只要去找他们约他们见面会谈，不论连战、宋楚瑜、王金平，全部都去啊，全部去啊，一样是去讲的，对对，而且说到这个就是。危机解密，他解密了这几十万份的电报，但是为什么《时报周刊》会想到，而且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把这些东西给挖了出来？这个，因为其实前一波危机解密档案出来之后，陆续其实媒体新闻都有报哈。那当时我们就想到说，哎，这么多个电文哈，其实媒体能够披露的，你看3000多份呐，我印象3500-600份呐，如果我记得没有错，可能还要更多哟。能够翻译出来到底多少，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好奇，就想说，哎，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秘密，可能是我们还没看到的。当时我们当然最想知道就是2000年政党轮替，那是第一次政党轮替，相信尤其你知道美国在开发中国家或者是第三世界等等，你知道他的手一向伸得很深的。对，我们非常想了解那时候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有没有干预内政。对对，然后再当然啦，2004年那不要讲了，那时候选举这么激烈，又319枪击案，那个两颗子弹发生之后，国民党有多大的压力，希望美国，因为情报网他们这么绵密的情报网，希望美国人也来帮我们查这个事啊。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说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再来还有一个，就2006年不要忘，那时候扁案，扁家贪腐案。整个大爆发，红衫军占据凯道，红衫军那段时间差一点点，陈远到底要不要辞？那时候陈远自己没有辞，差一点点要提出要倒戈案嘛，新政院是不是要换人等等啊？就那一段政局变化呢，我们也很好奇，说知道说，哎，他到底有没有什么找了什么人谈？这些朝野政客怎么跟他们谈的？我们一路去追索这个时间点呢，2000年的没有，2004年的没有，但是我们最往前面推都没有，对，还没有公布了，它是有电文，但是没有被他们揭露出来嘛。哎，红衫军这段咱们就找到了，那我们就看红衫军的时候，哎，意外的看到，因为那段时间很近啊，刚好宋楚瑜第一次就至少我们看到了，开口跟杨淑丽讲说他要。劝退郝龙斌，让他选台北市长是2006年的7月，那时候红衫军还没到凯道去嘛，他们占据凯道是9月9嘛，可是，在7月那时候哈，宋楚瑜才刚表达完之后，其实在红衫军那一段里头有一个电文，民进党怎么看红衫军这个事情，就说倒扁红衫军根本是宋楚瑜跟施明德搞出来的，他们不但是说想要修理阿扁，在他们的认知里，他们根本是要给马英九难看。这个蛮奇特的，我也很好奇怎么会这样想，因为当然马那当然是台北市长了，对，你一个街头运动这么大，你怎么维持秩序，怎么让群众好好的离场，其实对马当然都是很大的考验。那当然最重要的，就在那样的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中间，朝野怎么施压，怎么合纵连横，那一段其实是蛮有趣的。我们刚好是，当然现在因为总统大选有宋楚瑜的变数，我们因为那个资料真的很多，这时候所以我们才特别哎好，那既然有宋楚瑜讲这段话的过程，我们就完完整整的把它给弄出来。这个过程大概就从2006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到2007年，那他市长选败了，对。即使选败了，2007年才开年，国青就开始要谈立委联名了。对，当时你还想说，宋楚瑜都败了，他都宣布退出政党，国民党为什么还要跟他们谈呢？对，连先生就讲了，没办法，我们需要他。对，这就是很直率的把这个过程谈。那刚好就那一段期间，你看2007年，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上半年，其实就是马英九受到特别费案最尴尬的时候。从卷入弊案到被起诉哦，他是2007年的2月多吧，2、3月的时候，我印象里如果没记错，被起诉，那对马英九是压力有多么的大，所以才会有那时候立法院说要提案嘛，一审判决有罪你就不得选，所以马英九那时候国民党来讲也很紧张的。这个风暴一直要到2007年8月，他一审判决无罪之后才会过。对，但是赖不给了。那国青联手提名的策略，就在2007年初开始谈，到5月份两党签字，就是这个过程清清楚楚。社长，宋楚瑜痛批这个杨苏弟是一个丑陋的美国人呢。可是如果说我们以杨苏弟的经历，他会说这个宋楚瑜是一个歪理，就狡诈的话，其实那分量很重。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杨苏弟的经历是什么。他是职业外交官的生涯里面啊，主要是在处理这个高加索、中亚、这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有孟加拉的事务。他在台湾之前呢，才刚刚卸下美国驻中亚吉尔吉斯大使的职务。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政治环境里面，他什么样的政治成
仇恶面，什么样的残酷面，什么样的坏人恶人，他通通都看过了。不过他却形容宋楚瑜是一个狡诈之人。社长，他这里头哈，这样讲好了，当然他是不是这么了解宋楚瑜过去的政治经历我不敢讲，但是以那段期间，就以美国人的立场来看好了，2006年我刚刚讲过，这刚好是一个政局 风暴在那里，那个阶段立法院退回了军购案，退了六七次，完全不能过。那时候杨淑娣是好几次，不论是跟宋爷谈了，其实很大的重点是放在这个，你们军购案赶快过，预算要赶快过啊。他是不断的给朝野政治人物施压，对绿的，当然那时候主要是国青在党。对，好，那个时候在有一篇电文，我们这一次没有摘了，有一篇电文谈到军购案的时候，王清明就很明确的跟他讲了，朝野已经协商了，但是清明党要求附加条款，我列入先期规划费，不表示我要同意给。好，当然那段期间为什么国青要否决这个军购案，也有他们合理的说辞的，因为2004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泽维兄如果还记得的话，当年陈水扁用飞弹公投绑大选，飞弹绑公投，对，那个公投是没有过的，对，所以照我们的公投法，你三年不能提。换言之，国青社有很正当的理由说，哎，你飞弹公投三年尚未过啊，我怎么预算给呢？你不可以提的，因为根本被否决掉了。是，所以他也有合理的说法。那对美国人来讲就觉得莫名其妙，他们是不可能体会说你公投法什么，你要过就赶快过。他甚至很重的说，你们马上总统大选也要到了，我们的小布希总统任期也快到了，你们不赶快过，下一任总统还会不会给你们？不知道，他可以用这么重的话。那你说讲了会不会心酸？当然很心酸，因为美国终究是我们的老大哥啊。对，对，但是这个状况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好的，我们如果看这个宋楚瑜他的从政经历，就是从1988年开始，就是蒋经国去世开始到现在。如果我们来看他，如果把他的这个整个政治人格或性格浓缩起来，简单的几句话，您会怎么点评这个人？我这样想哈，他政治人物，他是在革政治人物必须要某种程度都要有自我感觉良好，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那他一路的从政历程啊，他是一个只肯当头的人嘛，一切都要听他的，他的权力性格是很重的，所以他在那时候国民党还没有当到秘书长啊，副秘书长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这样，所以几个身边的副秘书长跟他关系都不好。关中已经过世，郑兴雄为什么？他不断的想要探测说，主席李登辉找了你们去谈些什么？他就是要掌控这个权力，他是有这个想法的人。同样的，你说那时候他要选省长的时候，当年李登辉第一念并没有要他去中心院当省主席哦，我还不要讲选。根本不想要派他到中心新村，因为你想不到找个外省人。外省人，你这个国府刚来台湾的时候是不但是外省人，还是军头子去当省主席。但之后都是本省人来当，因为你整个都已经过，就是你基层的职务当然是要有本地人来做。宋楚瑜他给的宋楚瑜什么驻美代表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给了一堆，宋楚瑜就说还要到中心新村去。当然那时候李宋关系非常好，李先生就说，你这个外省的小孩子竟然还有心去经营基层，很好，所以还要教他一些怎么跟地方人打交道等等等等。他当时这个话他是亲口，那时候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他是亲口跟我们的当时跑党政记者讲的，一个外省人去当省主席，你放心，他是不可能选省长的，省长开放民选之后，你放心，我们国民党提名布局比较好安排。你想想看，一年多才说过这个话嘛，但是省长选举你说他有放弃争吗？没有啊。然后再啊，还有一个，他当选省长之后，你知道首次的民选总统李登辉第一次民选总统开放，李登辉当选之后，当时的副总统搭档连战还在兼行政院长，对，照说应该不要兼了，为什么会搞了半年政局这么纷乱，连战还要兼个半年呢？就是中正代在卡嘛，李登辉本来行政院长是要给徐水德的，宋楚瑜就不肯放，他说声望太低啊什么而已，那你既然。他就觉得他根本看不起他，你怎么可以当到行政院长？就卡了半天，就他要当头了。你说2000年的状况也很像啊，动废省之后，大家都会想，李宋再骄恶，你国民党有什么职务不能排？你随便照安顿一下，哪里需要分裂呢？你怎么安排？他选过省长之后，他不会再把部会首长看进眼里了。但是你自己想想看，当时的李登辉有可能为了安抚宋楚瑜，把行政院长萧万长给换掉吗？不可能，他也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你怎么摆就没办法摆，他就是要做头。然后同样的，你看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跟杨淑娣说民调都不准，我的支持度比民调还至少要高出10个百分点。你看跟他现在是不是非常像？真的很像。所以他就认为他可以，而且相信他是可以选上的，而且把郝龙斌看扁了，认为他根本不行，
结果呢？我们郝市长至少第一任，你看票数多高啊？对。但是他相信他可以选得上，就像他这次出来选，他也觉得他可以啊。好的，非常谢谢这个社长呢，今天对我给我们啊，就这个宋楚瑜呢，来一个精彩而且深入、鞭辟入里的点评。